香折磨。游戏的规则十分的简单，我和琳娜朗乐迪分头去找手雷投掷物，然后进行一v一 PK 较量，赢的那个人就可以无限制捡物资，输的那个人只能捡药品，并且答应对方一个要求。管你听没听懂，看就完了。拉拉，我技术比你好，要不你自雷我捡物资带你躺机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要是我捡物资照样能带你躺机。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，待会被我炸倒别哭着喊救命。我好怕怕哟。手雷也捡够了，游戏正式开始。有本事别躲啊。你有本事你来说手雷啊。要是让我炸倒，我给你发黑字。要不你还是把我删了吧。哎呀，那个手雷没来得及扔出去，黑丝什么时候发？要不再来一局啊，让我光明正大赢你啊。哎，没问题啊，黑丝不黑丝的无所谓，我主要是想躺局。那你可别忘了还要答应我一个要求。瑶瑶，救救我！一个人机追啊，你那么慌张干嘛？你别忘了，我不能捡枪啊！差点还忘了，乖乖躲姐姐身后，姐姐保护你。哇快来快来，游戏里准备跨年纪念。话说2022年元旦，跨年小可爱们都是跟谁在一起过的呀？可怜我啊，躲在被窝里打了一晚上游戏。你这是活该。哎呀，外面那么冷，被窝都暖和，不想出去啊。这香喷喷的空投都没人来舔吗？我去，怎么有脚步啊？兄弟，你这空投舔的命都没了呀！你手速慢点，你让我舔点物资。你又不能拿枪，你有什么物资啊？我拿药包，烟雾弹不行啊我。行行行，做好我的贤内助。倒地两个，只剩最后一个了，直接冲！成功的林浪浪躺机，林浪浪说吧。